相信经常看古装武侠剧的人都会羡慕剧中大侠们，他们各自都拥有一身不凡的轻功，如很多人双脚简单点地就可以飞出几米远。在国外，有位男子就突发奇想，自主研发出了一套漂浮衣。这件衣服看上去和过冬保暖的羽绒服没有什么区别。男子为了亲自测试这件衣服的悬浮性，决定亲自穿上衣服到湖里测试，看自己发明的漂浮衣看看能不能上盐水上漂。测试结果让人意想不到，只见男子没有佩戴任何的求生工具，只是穿上了自己设计的这件衣服，一跃跳入湖中。没想到最后男子真的在湖里漂了起来。这件衣服的作用和救生衣差不多，甚至比我们常穿的救生衣还要方便。说到救生衣，相信很多人应该有过体会，穿上救生衣虽然不会沉入水里，但是在水里真正不会游泳的人有时会被救生衣勒住脖子或者胳膊，感觉很不舒服。反观这件漂浮衣看上去就没有这样的烦恼，这件衣服和消防员救火时候的制服差不多，完完全全能够在水面上浮着。打开衣服一看，里面有许多红色管子和铁架子，光从外表看完全看不出这件衣服的设计奥妙所在。不过这件悬浮衣有缺点，因为不是完全密封的，所以穿着这件衣服入水，冰冷的湖水会很快灌进衣服里。如果男子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，估计贸然穿着这件衣服下水的人会后悔自己买下了这件衣服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